这是您孩子吧？长得一模一样，跟你真像，跟他孩子这是我儿子。你天天往这跑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老钱那点事儿。你放屁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打女人呢？你还？这是我亲儿子，我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？所以说你们两个找我来，到底是谁要做？我俩。都做。嗯，和同一孩子分别做。 看看到底谁是孩子的亲吧。听起来是有点狗血，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。要真的他对我有感情。 他会跟你上床吗？那天我喝断片了，没准就像他自个儿说的那样认错人了呢。我俩哪一样？他能认错？你要是同情心犯了，怎么不早把他收了？他是你女朋友，没准你俩早在一起了。林侯爵，你说这话真的是太可笑了。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你没有了。你跟我谈信任？你晓得我当年经历了什么吗？我一天之内，我两个最信任的人辜负了我，你要我怎么信任？你告诉我怎么信任？我还能信任谁？别吵了。